第四是两手攀足固胜腰，顾名思义就是要来强化我们的腰，我们的肾脏，其实每个部分的经络都有顾及。动作是这样子，双手碰到你的后腰肾脏的位置，然后往下移，摸到屁股大腿后侧，弯腰，双手继续往下延伸，摸到你的小腿，到你的足踝，脚伸出去，这个时候呢是手背向上，到这里双手手掌向上往上提升，腰杆也往上挺直，拉到最高的位置呢，把你的手转方向，用你的指尖带着手，带着手背，从你的两耳侧、脸颊侧到你的腋下、胸的两旁往下延伸，再摸到你的后腰肾脏的位置，就重复刚刚的动作，到屁股、大腿后侧、小腿、足踝、脚往上伸，反手，吸气，反手，吐气。吸，吐，第三次。吸气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。